你知道新鲜软 Q 的烘鱼经过曝晒，原本憨憨的脸居然会变成像是外星者侵略的恐怖模样吗？这款不久之前引起话题的放置型育成游戏晒晒烘鱼干，就是要让玩家亲手来将烘鱼制成烘鱼干。首先向渔家进货，来获取新鲜的烘鱼，挂上绳子之后就等着它自然风干收成吧。或者是你也可以摇摇手机来加快风干的速度。看到这么多奇形怪状的烘鱼干，真的是让人好奇，吃起来究竟是什么味道呢？